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我们玩小猪佩奇动态填色游戏，开始。上面排有五颜六色的颜色，开始给佩奇家填色吧，把佩奇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？先选粉色，大家的脸是粉色的，涂上腮红，忘记填鼻子了。把画面变成白色，再给猪爸爸选一顶帽子，加一点黄色，再给乔治选一顶帽子，给乔治选一顶红色的帽子，加一点黄色，给佩奇选一顶红色的帽子吧，因为佩奇非常喜欢红色。再给猪妈妈选一顶黄色的帽子，加点红色。接下来再给大家选围巾，填什么颜色的围巾好呢？围巾可以填五颜六色的，哇，猪爸爸的围巾好漂亮啊。再给乔治选一条围巾吧，给乔治选一顶黄色的围巾试一试，还可以再加一点橙色。乔治的衣服是蓝色的，给猪爸爸选一件衣服，填哪种颜色呢？这种颜色试一试，很适合猪爸爸哦。给佩奇填围巾颜色，红色，还有紫色。再给猪妈妈填围巾颜色，橙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粉色、橄榄绿、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。猪妈妈的衣服是橙色的，给大家填上手套颜色。猪妈妈的手套是紫色的，佩奇的手套是红色的。乔治的手套是绿色的，佩奇的衣服是红色的。哦，还要给猪爸爸填手套颜色，填哪种颜色的好呢？哪种颜色适合猪爸爸呢？
想一想，试一试吧，填橙色的手套。再填黄色的手套呢？哦，填到了底图了，变白。再给大家填靴子颜色。猪爸爸穿的是黑色靴子。给猪妈妈选一双靴子。紫色的靴子呢？那再试试其他颜色。选紫色的靴子。给佩奇选一双红色的靴子。佩奇最喜欢穿红色靴子了。乔治要什么颜色的靴子呢？看一看，给乔治选一双蓝色的靴子，试一试怎么样呢？靴子和衣服的颜色是成套的。哇，佩奇家现在变得好漂亮啊！小鱼也可以填色了，填了一条蓝色的小鱼。再填条红色的鱼。再填一条橙色的鱼。佩奇家好幸福啊，小朋友，小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记得下次收看我，拜拜。